时这名女子所吸食的毒品叫做伊托米酯，也被称之为是丧尸烟弹。黄国昌就认为了这类毒品它的危害性是非常高的，应该要提升它的劣管等级。而且最新的数据就显示了，丧尸烟弹在2023年的时候通报件数是22件，但是到了2024的时候，通报件数是暴增的，来到1281件。暴增是58倍。好，现在法务部就说了，至于会不会升级的部分呢，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来开会讨论。好，但其实各国对于毒品的部分也都是非常头大，也是需要防治的。那么针对二级毒品有各种不同的刑责，各国都是不同的。不过这样看下来，台湾持有的刑度还是比较低，是否会加强来修法，就看接下来要怎么做。粉丝聚集饭店外，因为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偶像，一世代前成员连恩16号坠楼身亡，体内被验出多种毒品。拥有大批粉丝的歌手小贾斯汀，2014年呼马酒驾被捕，以台币76000元交保。3岁就走红的女星林赛罗涵，2010年也是因为酒驾持毒狼狈入狱，刑期只有90天，最后还提早出狱。全球毒品问题日益严重，台湾也不例外。以二级毒品为例，在荷兰携带者最高可判16年，日本持有者最高5期徒刑，泰国只要跟毒品有关都有可能被判死刑，但在台湾持有仅仅2年以下，相较于其他国家轻。开门，那边开门，等等，出来爆头。而这2年的新兴毒品就是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，先前分别造成2名员警殉职，肇事者都是吸了丧尸烟弹。跟去年的通报数相比，暴涨的数字相当惊人。今年1到9月份哈。检出的伊托米酯类含美托米酯啦、异丙帕酯的这个件数已经来到了1281件，增加了有58.2倍之多哈。因为丧尸烟弹有海洛因平替版之称，效果相像，毒品等级又低，5月才被列为第4级管制药品，8月紧急修法改为3级毒品，但跟1级毒品比，刑度还是差很多。丧尸烟弹取得容易，泛滥猖獗，如何处理是政府要面临的重要课题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